女人天生爱比较，抢当第一超拼命。我最近很爱打高尔夫，或者是我还换了三个教练。哦，比球技吗？挥杆的姿势啊，然后什么要走职业队啊？如果你打了，你会的话，你就是全台湾最厉害的妈妈。然后我为了要得到 MVP， 我一直在骂别人，然后我就打到说，妈，该去煮饭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经》《俗女家务事》。